Kingpin.是的，全民队长来了。粉丝封他为队长，好像是因为他有一个招牌动作。等一下我们可以请他摆一下。他这个招牌动作蛮让人家印象深刻的，很可爱又漂亮。让我们欢迎全民女神林明真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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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着新作品来了。是的 ，#hashtag me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#hashtag me 呢，就是它里面收录的三首不同曲风的歌曲，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。那里面呢，很特别尝试了不同的造型，是对，有五种，对，有五种很不同的造型，但是都是属于很内心不同个性的自己，嗯，对，所以才会有这个想法，就一个人组成一个女团的一个概念。然后还有你的扑克牌，对，还有这个扑克牌。真心扑克牌哦，可以打开你看一下吗？当然里面有很多造型，哇，很多照片。这个粉丝就会很想要收藏，你们想收藏吗？支持专辑就可以了，支持专辑就有了哇！而且这次专辑里面有自己的创作。对，小小就是很谢谢公司让我有这个这一个参与，就是在 Chance 跟TOU 就有两首歌曲有小小的就是填词在里面。刚刚我说你有一个那个队长的 pose， 可以让我们为什么你拍照会这样子？不知道，因为我以前他们一说来明真看镜头笑，我就会很 自然的就会这样子，很有礼貌，所以大家就会叫我队长，很可爱啊。对，有种队长的感觉啊，就是出去在你明真。他那个真，我看他介绍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明真，眼睛有看吗？对不对？真的有，有哦，所以是真的时候手会粘在这边，真这样子，然后眼睛张开一下，一个特色，一个特色。而且他为了这张专辑打造了艺人女团的概念，里面有很多五种不同的造型，都是不同的风格，没错。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问题想要问。好，那在进行粉爱问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看不同时期的林明真，看一下金三时期，我的美丽我决定的 me。这时候造型这一套是长发，今天没时间戴，而且是没时间戴长发，因为没时间戴。这回答蛮可爱的，笑了，回答蛮可爱的。为什么？我刚刚偷问说，为什么他叫金三？因为他五个。不同的造型，他取五个不同的名字。然后他说金山是他小时候的名字，我觉得很酷哎，女生叫金山，通常是男生才会叫金山，为什么会叫金山？很多长辈他们要好记，然后明真明真他们觉得很难记，他们就随便取一个金山。然后我姐姐叫明月，真的好像蛮随便的。那你姐姐叫象山吗？就是不同的山。弟弟叫象玉山。玉山因为我姐姐叫明月，然后他们就想说，那我就叫金山好了。然后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留着这样的长发。那时候多久以前？是几岁的你？几岁的时候？就是很小，还不到幼儿园。你幼儿园头发留那么长啊？那么浪漫，一直都是到屁股，比这个还长到屁股。所以是幼稚园就大卷发吗？没有，就是这个是感觉比较乱的时候。哦，就是乱的时候就有一点大波浪，孩童时期的，没错，孩童时期的感觉。粉丝对这个时期的林明真要问什么问题呢？请看林明真，我想请问林明真，我想请问林明真，明真队长，我们想要问，爱上就超越了美。我想问充满自信的金山，你能用百搭的美丽态度挑战走100%的伸展台吗？可以吗 ？OK 吗？好，有那个跌倒的心理准备，所以我是因为你哦，没关系，慢慢走，好，慢慢走，所以我就从后面这样走。但是我们有个挑战，是，就是我们会用一些很违和的道具，对，当然不会简简单单的这样走，對對對，就是有一些 baby， 有些 baby 啊，或者是干嘛？软的，你还摸着大便，吓死我了！为什么你被电到？是不是？吓死我了 ！Oh my god！ 软的啦 ，OK， 还有大便，假的。
对，然后要边走边吃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或者是新麻糖的，好笑，我的天哪！对，还有大头功，大头功。对啊，就这样贴着好了。好，你要先选择大便吗？好啊。还这样，你要抽签，你抽签，抽签，抽签的。来，请抽。抽签。大便好恶心啊！便便，太好了，请发挥，请发挥。来，名字请到后面。来，老师给他一点 music。我们时尚一点的，时尚一点，要时尚哦。好，时尚。欢迎 model， 金山 ，Let's go。如果全是便便的感觉，哦哟，手中的便便到底怎么发挥呢？这个腹肌太屌了。哇塞，哇塞。哇，这个便便在他手上好好吃啊。怎么感觉这么好吃啊？好味啊，感觉便便都掀了起来。这便便一点都不臭呢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接下来第二个要挑战的，第二题还有吗？啊，什么什么？这个吗？大佛头，佛头。加油！不用不用戴，没关系，不用戴没关系，发型会乱掉。第二个要挑战的是大佛头，我们欢迎模特金山。哇，这个大佛头佛光乍现，太厉害了，好牛啊！谁会拿这个？有了这个大佛头之后，事业都一帆风顺了。哎呦哎呦，哇！最后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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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一个。谢谢。好辛苦，好辛苦。好，这个是大声功。大声功。好。哎，你们要不要挑战男女？正常一点。男女一起是不是？我这个吗？男女啊，男女啊，让我们欢迎2017最时尚、最火红两位 model 出场。还有态度哦，两位好 ，swag， 上车。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？不错哎，是不是蛮有创意的？啊，为什么那个会可以變？那排档感啊！你们看过《霹雳舞》成龙啊？又不是。哇，这个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好的，接下来看一下别的时期的名侦。追求完美的 me。B B。对 ，B B 是。是男友取叫 B B 对不对啊？是每一次去香港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叫我闽侦 B B。闽南北对，就是会叫，对他们喜欢叫 BB， 所以我就突然间想到，这个就比较可爱，比较古灵精怪的自己，所以就想说，哎，那就取 BB 好了。好的，对。那这个时期的粉丝有什么问题要问秦凯？拥有穿刺腹肌的 BB 队长，你对身材要求很高吗？可以用你22寸的小蛮腰跟毛弟来个肌腹肌 PK 吗？你是刚登山回来是不是？我刚刚有这个疑问，是登山的感觉，真的从象山回来，真的从象山回来，真的。好哟，我刚刚其实他在帮，就是工作人员在帮别记不起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偷看明真的腰，他说：“天哪，好细哦，不知道到底。”哦，对他真的腰蛮细，结果才22寸，22寸应该没有22，有23、24了，没有，因为最近在。差不多35吧。然后你腰也很细啊。没有。哎，你是一个礼拜有几天都在运动？哦，我只要有时间都会去健身房。哇，你都一个人吗？一个人。真的假的？一个人很难练。因为他平常也有去健身房。真的吗？你去哪里？我去很多地方。你去哪里？健身工没有。好。跟同一家吗？应该不同。信义区那里的。哦，好，下次可以一起去。真的。一起去啊？对啊。因为我们现在一起 PK 啊，那你有体验7天哦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你可以先去体验7天，那我要体验一个月。七天到了，我还要体验，我要体验这样。那如果明真没去怎么办？我不去了。健身要有伴，要有伴才练得好。有，我有发现到这一点，就是健身一定要有伴，一定要互相激励，互相激励。对。那今天两位都有在健身的人，我们就来好好来 PK 一下。好啊，好啊 ，PK 什么？用计步器看谁。数字比较多就获胜，类似比腰的一个状态。对，30秒的时间计时开始。
计时开始。好累哦！加油加油，毛弟你可能要再大力一点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没有，这招我们动比较好，是吗？小心哦，跟跟鞋。还有多少时间？我感觉我全身都在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三、停！毛弟为什么是头在动啊？太累了。他几？毛弟的成绩是我们背后多少？95。95。好。银针呢？银针的成绩是102201201201。我刚看反了。201，恭喜银针获胜！厉害厉害厉害！输的要惩罚吗？啊，不用是不是？不要啦！哇，赢的感觉好好。好的，那接着我们看一下别的时期的名针。Mickey 时期闪耀每一天的蜜 Mickey 哦、oh, Mickey 是小时候的绰号啊、oh. 对，你小时候不是叫金山吗？很喘。你小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绰号？小时候有，因为 Mickey 我的耳朵很大，以前小时候很抗拒，嗯、因为小时候一直被人家笑我是好喘是 Mickey Mouse， 就是鼻子圆圆然后耳朵大大，他们都叫我 Mickey Mouse。因为招风耳很容易会被觉得像猴子，是吗？我高中的时候，他们也觉得我长得很像猴子。獒犬，獒犬他也是招风耳，他说他以前都很想要把这边粘起来这样。对，我以前就是会抗拒，真的假的？然后很多造型都会把耳朵给盖着。可是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渐渐喜欢我的大耳朵，因为我觉得它可以帮我招财。没错，招风耳是招财的。对，然后它这个头发就是它会露出一个大耳朵出来，就会让我想到 Mickey。哦，对。Mickey 是什么时候时期？学生时期？小学。小学又更大一点点的。对。那国中呢？有在别的外号吗？国中就开始比较正常一点，就被叫明真。哦。回归到自己本来。对，回归到自己本来的样子。好的，粉丝有什么问题呢？请看。我想请问可爱的 Mickey 在求学时期是否有很多追求者呢？可以现场来一段男友视角撒娇，让我们粉丝融化吗？学生时期有很多人追，一定的啊。哦，还好。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很疯狂的一个追求方式？没有，就以前很流行写那个情书，真的。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收到情书是三年级。哎，不，二年级。哦。然后那个时候一收到，你赢在起跑点呢。对呀。你好早，好小就是应该是对方很早熟，就收到了情书的时候，我就吓到，然后就哭。对，那时候。你会觉得他在恐吓你？就是什么明真我爱你，我就觉得好可怕，然后就三年级开始情窦初开啦。差不多，我也是三年级知道喜欢男生。好早熟。三年级写信给人家，我还会折那个叶子。你知道叶子怎么折吗？什么叶子？就你有一个信封嘛，然后就比如说你就一般来就这样折两面，就这样给人家，不对，要折叶子，就折到它上面一个信封一样有一个叶子。为什么？所以你三年级就开始写情书了，是，好早熟哦。那个写给你的人是同班同学吗？同班同学。那后来看到就你没有接受他的爱，他就每次看到我就会躲着。就有点可能他不小心伤了他的心，因为我就哭，然后就把那个东西丢去垃圾桶，在他面前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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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他面前。哎，这个幼小男生的心灵会从此受影响。哎，那你写情书给你喜欢的人，他有接受你吗？喂，你说写情书给我吗？哎，我刚刚怎么？不是你写给他的，我写给他，有成功吗？我有点忘了。那你有收到？我们以前都是，比如说那种女生要告白，她比如说要送你一个东西，对。然后如果她说如果你要在一起的话，你就收下啊；不要的话，你就退还给你。然后呢？变成是这样子，很强人所难啊！啊，刚好那个东西是我很想要的，那但是我又不想退回去，那怎么办？这时候只能退回去啊。那么，哎，这在哪里买的？那会
会不会有人说我好喜欢你哥，可以帮我把这个交给你哥吗？我就一巴掌扇了，我就好像开始撕烂纸。那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跟女生牵手？开始牵手？对，我幼稚园就开始牵手了。你會不會我后来发现我幼稚园我就偷亲过女生，真假嘴吗？嘴，但我那时候忘记，我们那时候就是一群幼，那对方有告你吗？家人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一群幼稚园，然后一起睡午觉，然后我就记得我好像就帮他盖被子，然后我就偷亲他，但我忘记了。我的天哪、啊，是盖被子吗？真的盖被子，就是盖被子，然后这样看着他，我就这样亲他额头，但我那时候是无意识的。对啊。现在还有维持这个习惯吗？现在没有了。我觉得我以前好像比较勇敢。我好想找回以前的自己。以前自己好开心哦。但是刚刚粉丝的要求是他想看明真撒娇、哦。对，因为最近很红的男友视角。你平常谈恋爱是？我已经看到这个大哥在这里。你是会变小女人吗？谈恋爱的话，目前我之前呢就还不会谈恋爱，所以就还没有那样的这么会撒娇。我都只跟我两个弟弟撒娇。弟弟，那怎么把他当弟弟？怎么撒娇？姐姐，金山姐姐，撒娇给我。就会这样子啊，嗯。干嘛？嗯。干什么？就这样子。只这样子。就这样子。你好冷静哦。我想吃那个。你想吃？我也想吃，如果你不给我说，我跟爸爸讲说你昨天带男生回家。不要不要，弟弟的欠揍。怎么办？我做不下去。没关系，这只是弟弟的部分。接下来对象换成男朋友了。对象换成男朋友。想象。我们摄影大哥已经考倒我哎。我感觉你要感觉你现在真的在一个对一个男朋友讲话。他是你男朋友。他生气，你迟到，你跟他约吃饭，你迟到，然后他现在很生气，他不想吃了。对。他不想吃了，他不想吃了。男友视角，明真的挑战 ，Action！ 你要不要多吃一点？你这么晚来干什么？因为我有工作，所以就迟了。等很久哎，很累。好了，不要生气好不好？啊，摸一摸你，当我小狗啊。男友视角，明真的挑战 ，Action！ 你要不要多吃一点？你这么晚来干什么？因为我有工作，所以就迟了。等很久哎，很累。好了，不要生气好不好？啊，摸一摸你，当我小狗啊！啊，亲一下啊！撒娇撒娇撒娇啊！不要这样。哎，你咬我头很晕哎。然后亲一下吗？好啊，对啊。啊，好了好了，走，赶快带你去吃。对。很不撒娇，我很不会撒娇。你是会害羞吗？嗯，但我脸都红了。你很适合撒娇，你很适合撒娇哎。有一天他一定会找到一个他就是愿意。对，我会学习，怎么跟好认真撒娇。好，还有不同时期的明真，一起来看一下。看一下。独当一面 ，Queen。Queen， 哦，这个装扮就很像女王的感觉。对，这个就是比较，因为有跟公司聊天，然后他们知道我之前是一个很好胜心很强的一个女生，嗯，现在也是了。然后对，然后以前就是有经营小小的自己的小小的生意，然后所以才会什么样的生意？就是美容院。以前我是做美容的。是啊。对，就是很小就出来打工，然后才会。之后才会想说，那我想要增加那个收入，所以我就有想说，那我就自己开一个工作室，然后就慢慢累积顾客群，然后那段时间就非常长，然后也非常煎熬，然后就跟公司大概分享一下，然后就希望自己可以有一番自己的事业。几岁的时候啊？那时候是我17岁开始，我其实14岁就开始出去打工，然后我17岁就正式出来全职，那时候是教幼儿园，嗯，然后教着。我就那段时间是教书的时候是最开心的，可是就会发现到，哎，收入好像不够
够，不够稳定，不够高，所以我才想说，那我要去找一个可以增加我收入的。那我就去觉得就是突然间觉得自己很适合当美容。就是去做美容这一块，然后就是去打工了之后，就两三年打工之后，我就觉得说，倒不如自己做，因为我就一直去拼那个业绩，就发现说我好像怎么做收入还是那样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不如自己做。你到底收入是要多高啊？你要几千万？没有，有目标很好，有目标很好，因为他一直想说，这个收入不够，收入哎这个不够高。后来怎么会变成艺人？哦，因为那时候，因为艺人收入比较高，收入还是不挂，还是不挂。这怎么被发觉的？两三年前收入已经开始就觉得比较稳定，终于到了，对，终于到那个时候，我就想说，那我要出来读书。然后我最想做的是厨师，所以我就去报名去找了学校。然后学费要付的时候，突然间有经纪公司就来找我。哦，那他们怎么发现你的？在路上吗？不是，就是他们是在网络上看到，因为我有分享一些就是煮东西啊，然后还有一些运动的影片，然后就开始传到台湾来。哇，对，会真的很独当一面的，又有想法。Queen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对这个 Queen 有什么问题。我想问李明珍、柯颖，请问你敢跟女凯乐挑战女王气势吗？哦。怎么样挑战女王气势呢？就是我们工作人员有帮我们设定了一个角色，还有写了一段台词。对，就是我们是正宫，然后我们要对小三呛声。对的感觉。哦，我是正宫。对，你们两个要 PK， 你是正宫，然后你有一天发现你老公有小三。对。你小三想要打破你们的，破坏你们的家庭。你要有一种女王的气势，把她砍走。可是他那边说，凭什么设定我就是小三？我要说，因为他说你是小三啊。哦，他说我是小三，可是我不是。对，好。你要有气势的捍卫。哦，所以他是小三了。怎样啊？女生都会觉得对方是小三。哦哦，所以我不是小三，不是正宫，对，不是正，但是也不是小三。你是正宫，对方是小三，但他想要乱讲你，所以他才会有这个。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？哎，你理解力有这么难吗？为什么好像全场只有我懂一样？抱歉抱歉，这样会感觉我很奇怪。你很聪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那谁现在来挑战？姐好好来吃饭。你这个，好。好，你也有老公，他也有老公，他老公跑来找你的。哦。好，来五四三二 ，Action！ 我怎么有那个乐器？傅辰，你这样很乱入戏，傅辰。你这就可以入戏啊。我要搭配这个音乐，内心搭配这舞蹈，你这个臭三八，凭什么？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。傅辰 music， 好，来五六 go。不行，我就没办法录戏，我好好讲，好好好讲，哎，好认真，认真卡，认真卡。我就会看太像太妹吗？不会，我看一下，就是那种太妹的感觉。好，你设定的就是太妹，来。太妹，预备 ，Go！ 你是太妹，你是臭三八，你凭什么认定我是小三？难道没有人跟你说？难道没有人跟你说？是你老公自己跑来找我的吗？拜托，我每周不回他的 line， 他都一直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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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。哇！你都没学人就开始诬赖我。还不错，好厉害哦！感觉是随时怕被打的小三，什么意思？就讲一讲，好像发现自己摊上一退，不要打我呀！不要打我！叮咚叮咚叮咚，你厉害！这种感觉，而且是感觉有混过的，有混过小太妹，小混小混，小太妹，明真的挑战，那我用马来西亚腔，你都可以，你随时好。所以我要学他嘴巴那样吗？对，不用，你自在就好。你的方针 ，Let it go。你这臭三八，凭什么设定我就是小三？难道没有人跟你讲，那个是你老公自己跑来找我的吗？没有证据，没有证据，还想要来诬赖我？可爱，可爱，还是可爱。小三都爱上他了，对，小三你呛呛呛，那我们在一起啊！
小三爱上他，不是女的反而爱上他，太可爱了，可爱可爱。而且没有有马来西亚腔是怎么讲？就是你这臭三八哈，哈，我加一个哈，就是有时候讲话的时候会，就凭什么认为我就是小三？就是他有些音会不一样，对，你这个臭三八哈。哦，他蛮可爱的，臭不要脸哈！哎，蛮可爱的。哦，还有最后一个时期的名字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坚持到底的命。命 chain。请问这个怎么？坚持到底的命。就是命 chain。就是命 chain。就是他们会觉得，就是比较是属于我的，比较我的个人的一个。比较时常有的，符合你自己个性的。对，比较符合自己的。看这腹肌就知道，哇，你真的是坚持到底。真的，要怎么才可以练到那么深、啊？那个太尖了吧，哇塞！好强哦！没有，还有灯光的效果。对，我可以戳戳看你的肚子吗？好啊。哇嘞！哇，看起来就很硬。哎，还是有肉啦。是，它是坚硬当中带柔软，因为它皮肤很嫩，可是你又可以感觉出它的腹肌很就是很强硬，很感觉要冲破肚子那种感觉，腹肌在奔跑。对啊，真的皮肤很好，感觉就是你就是对什么事情都很坚持，要么就做就是要做到好的。哦，真的耶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就是要么你就做的，要么就不要做，对，不然你什么星座的？我是双子座，双子座会这样，双重人格，因为会有双重，所以才会有一个女团，对，所以你才有五个面相，因为很多不同面相，自己有时候很 hyper， 然后有时候又很极端，对，或者是很沉默这样子。你是完美主义者吗？就要求比较高吧，就每次公司的人就说已经很好了，已经 OK 了，可是我就还是会觉得好像少了什么。会成功，会成功，真的。我们来看一下粉丝的问题。我想请问，做什么事情都坚持到底的明圈，可以跟毛弟挑战用羽毛搔痒鼻孔，看谁先扎眼吗？这个粉丝绝了，他感觉快把麦克风握爆了，超大力。提出这么特别的想法，你们两位愿意接受吗？好，已经准备了吗？那我就来负责搔你们痒哦。我也是可以很坚持到底的。我的天哪，你什么星座的？我天秤座。天秤座好像是比较，也是很。天秤座很专情的，谁先眨眼谁就输了。好，请开双视窗，请开爱心窗。导播，你其实我觉得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马上进行恋爱百分百。不是告白，我不是告白。开双视窗，不要眨眼哦，挑战 Go。好冷静哦。到现在还没扎过呢，因为空气很干。你问我眼睛会不会干吗？你眼睛会干吗？这会不会干吗？你也觉得干吗？你要坚持到底啊！坚持到底，我学你的啊！干嘛？毛弟获胜呢！好的，我们问题都问完了，接下来要跟粉丝互动的时间，哎呦，马上进行粉幸运。好的，现在粉幸运，但是明真你有自创一套叫做劝局拳，是不是？是。你要不要教大家一下？你们都会玩吗？粉丝应该都会，真的、哦，那不教喽，那不教喽，那就那我们教现场观众，好，教现场观众，因为这三个动作都是我change 这支舞蹈里面的一些动作、嗯，那第一个就是这样子，像蝴蝶一样，哦，蝴蝶一样，蝴蝶飞，然后第二个是这样子。这样子交换，千级啊千级，千级啊千级，对对，然后千级啊千级，千级啊千级，对，
好的，那我们欢迎第一位粉丝。第一位粉丝，来，请出列。来来来来来，玉琪，来，你好，叫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玉琪。好，玉琪，玉琪要玩劝举全赢的才可以有福利哦。好，加油。没关系，我帮你拿。我们到中间。来，到中间，到中间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五六七八，劝举输了。输了。让我们欢迎说猜拳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谁啊？猜拳小王子。劝举拳小王子、啊。他不能叫王子。对。你可以叫王子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你要叫什么？直接命中。小王爷，直接正中红心。猜拳小王爷，猜拳小王爷。我会不会太容易受伤了？不会不会不会。我刚那个镜头要重复。Okay, 一股小精灵，小精灵，小精灵，救救我！然后蹲下，开始。猜拳小精灵，救救我！要跳，对，没错，哦，这样子，因为今天他生日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赢了，赢了，小精灵，三、二、一，来加九，来加九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有，等一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好，准备了，明真丑一哦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， 所以换谁？一样我吗？还是你？还是你？准备好了，一，那劝举，劝举，赢了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我来看一下福利是什么。偶像与全体粉丝大合照，那有什么问题？这是连大家一起吗？那我们先跟这位粉丝单独一张，再跟全体粉丝一起。来，来看着我这边哦。一二三，那需要小精灵出场吗？没关系，没事没事。好，我们全体粉丝，脚来来来，请站中间。一二三，一二，好好多张，谢谢谢谢。来，我们欢迎下一位粉丝。好的，下一位粉丝，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谢安珍。谢安珍，对，谢安珍。好的，你会玩吗？会，好，来准备好了，劝举拳，剪刀石头布，哎呦，赢了赢了，来，三五六七八，劝举啊劝举，赢了，厉害厉害厉害，看一下福利是什么，好。偶像深入粉丝群中唱歌，好，那我就唱别人的歌咯。也可以，也可以，你想唱我就进去吗？对，顶哥顶看看，我要进去坐吗？都可以，可以哈，这个就是你的场，交给你了。哇，离他好近，哇塞，哇哇塞，谢谢大家，然后我先唱哦，真的唱喽，好。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？是什么让我不再害怕自己？是什么让我不再害怕失去？在这茫茫人海里，我遇见了你。哇！谢谢明哥，谢谢，好听呢。开心开心开心，没错，幸福的粉丝。最后一位粉丝，请出列，请出列。啊，还有，还有。来，我们要玩劝举拳哦。哎，你到底喜欢多少的女生呢？你怎么这样子啦？要给人家讲出来。专情一点呢、啊。那我们劝举。你下次你只能出现在明真的这个场好吗 ？OK OK。其他女艺人也可以，我的。对，就他们两个。没关系。Okay, okay, 好不好？下次如果你还有其他人，把你赶出去。你像艺人，不是你像艺人就觉得你这个粉丝不忠心。不会。会，我会 care。你会。他又没有去你的场。啊，对，我就替你们觉得不一样嘛。好，来，会玩吗？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为什么赢了？
5678，劝举，再，换你，劝举，你来，换什么？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不要变诸葛亮好不好？清楚一点，清楚。因为他很想要赢，对，他的那个好胜心。冷静。你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只有他，好不好？来，加油！好，猜拳再次，剪刀石头布，小手布。哦，还是赢。来，5678，正确，恭喜你！看一下福利是什么。我让你全体粉丝网路直播，哇塞！来，我先定位置。跟大家一起直播，凯乐姐姐，然后毛弟哥哥，嗨，哥哥，还有粉丝们，大家好，是明真的台湾粉丝后援会，对，跟大家一起。哎，我觉得这很酷，对，这很酷，因为粉丝哎，不，艺人的直播是很 close 的，对啊，然后粉丝又一起入境，就会觉得我们是一家人，一起 family 的感觉，对啊，太好了，而且他可以拍一下我们鱼版的新跑，对啊，借用你的粉丝团来宣传一下我们现在在鱼版登台，鱼版登台，来看哦，明真的来上很多集哦，对，很多集哦，这个月都是我，没错，拜拜，就这样，拜拜。所以粉丝，你们回去这段影片，你们就可以截图，对，就可以截下来，好不好？对哦，你们跟明真的一起合影，一定要好好收藏一下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明真也准备了三个小礼物要送给大家。哦哟，太好了！没错，我们要抽出现场幸运的粉丝。好，你要不要现在介绍一下你要送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好，这个背包哦，这是包包，对，这是包包，对，都是你有背过的吗？这个有背过来拍照哦，对，然后这个就是运动抹汗的毛巾。你有擦过你的汗吗？那现在擦一下，擦一下。哇！哇！对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很方便，这是腰包啊。这个是要运动放前的吗？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带过拍照，我不知道它真正的用处，好像是可以装一些。小小的哦，那就是放钥匙啊、钱啊什么的。对，好，三样非常好的礼物。好，那我们来抽签，抽这个背包。好，先抽背包。抽背包，四号粉丝请上来。哇，就是你！哇，我要抽过。来，换一个。开玩笑，牵出来是不是？哇，当尾牙，牵出来了。好，来，明真送给他。谢谢你，下一个我们送这个小腰包，好，小腰包，来抽出幸运的粉丝序，七号粉丝，恭喜七号粉丝，哇，他都记得他的名字，对啊，好的艺人，很好的艺人，握个手，谢谢，下次见，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抽出毛巾，擦过很多，名声擦过的毛巾，九号，恭喜九号粉丝，然后这个反应才是对的，小心，这是我的礼物吗？不是，不问这么多也不敢，谢谢你，来谢谢，握个手，勤劳运动哦，我跟毛弟一样是天秤座，哦是天秤座，有前途，我们在宣传之前呢，明真要唱好听的歌给我们听，好来，要带来什么歌曲呢？不是不爱，掌声鼓励。
才刚我老，转眼就已轻易放掉，是否恋情只求暂时美好？而我的你还在人潮，能感觉你却触不着，宁可若不是对的人，不想要。不是不爱，是因为明白，感动和精彩随时间摇摆，站在路口和恋人们并排，空的手只能插口袋。嗨嗨，我不是不爱，是知道你在，当我这女孩想都失败，请你稍作忍耐，继续等待，我就来。请你稍作忍耐，继续等待，别更改。非常多活动要跟大家见面，来跟大家讲一下。好，5月28号台北华山 Legacy 有我的个人首场音乐会，请大家多多买票，多多支持。对，然后还有5月29号、高雄梦时代梦想广场一楼，对，有我的签唱会。好，还有在台南，对不对？台南南方公园。然后5月30号是台中的签唱会。大家一定要到现场支持全民队长，谢谢明真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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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徐嘉瑞出席挺同活动，正式不再恐同特展，与众多艺人现身合唱公益歌曲 We Are One 的杨丞琳，希望大家打破歧视，接纳彼此。这个 MV 里面看到，100多位的艺人都一起来团结支持，让大家去不要再去觉得这个事情，就像刚曲老师说的很小众，因为它其实现在真的已经不像以前这么封闭，然后这么小族群的人去留意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借由媒体的力量，当然借由音乐的力量，再让更多人知道。看到同志朋友的可爱之处，曲老师和杨丞琳也说自己身边的同志朋友大多都很粗鄙，原来背后原因可能是因为这样。同志朋友的那个极致反应应该是最快的嘛？对。而且都幽默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到底谁规定同志朋友都要幽默？而且骂人都不会伤你的心，就是你被骂都觉得甘愿啊，讲得真好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从小到大可能是被欺负、被歧视过，所以他们最能体谅受伤人的心。所以，对，当他们在看到别人受伤或批评别人的时候，他们其实从来不会，所以他们也很会自嘲。对对 对, 对，非常会，一定自己先笑自己，然后就啊哈哈。对。而为了这次展览，曲老师更是画了一幅自画像，以内在不同的自我作为灵感，惊艳现场所有人。后面那位是没衣服的。对啊，你本人，对啊，就是说他是谁？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里面，我们都有不同的角色，我们都有不同的个性、不同的性格在里面，只是看你愿不愿意看到。那常常你指着别人说别人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肯定有这样一个人，那只是你害怕看到他。那我就把我身体里面那个大家认为很正常的那个，大家认为有点奇奇怪怪、标新立异的人都放在一起。其实我们是共存的，然后我们要接受彼此。